界好啊，边界好，真的真的。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穿了大大的台湾 T 恤，在花莲港边替划船时进秀加油打气，更要帮忙振兴花莲观光。穿上原住民族服饰，用日文数拍子舞蹈，生活在台湾的日本人自发组团，在八号、九号到花莲挺观光。やっぱり海は綺麗だったので、今回はイルカは見れたんですけど、クジラが見れなかったの。两天一夜行程还包含到猎人学校体验射箭、外海赏金、造访东大门夜市、松原别馆，还有品尝海鲜等。除了片山和之代表全程参与，副总统萧美琴更以神秘嘉宾身份现身。最近的种种啊，上面因素种种的迹象上，我们双边的关系一定会更上一层楼。那台日之间在患难中，我们相互帮忙。那有美丽的东西，美丽的景观，我们也一起来分享。日本友人驰援花莲地震，萧美琴上个月也才带民进党党工到花莲振兴观光产业。对于近日国会扩权案引起抵制花莲消费的声音，萧美琴急呼花莲需要温暖，觉得花莲人现在都需要更多的温暖。好，那所以我们也以实际的行动，我之前也带了40位党工哦，一起来花莲关心花莲的旅行。那我们就不要用政治的角度来看待。据了解，萧美琴接下来将带驻台使节前往观光，协助振兴当地产业，关心花莲有自己人，也有国际友人。花莲有需要，大家情义相挺。三立中黄燕杰、吕燕柔播花莲采访报道。